小蛇报恩。小时候我们都听过农夫和蛇的故事，在我们的印象中，蛇一般都是冷血无情的，可是今天要介绍的蛇是不一样。于先生一家住在辽宁抚顺清源满族自治县，他就跟一条他所收养的小蛇上演了一出人与蛇的真情故事。天亮了，该起床了。当于先生打开院子门时，竟发现门口竟然有一条受伤的小蛇。啊，是蛇啊！怎么了？啊，蛇？蛇怎么跑到我们家门口呢？啊，他受伤了，似乎是来求救的。那赶快给他医治吧，多可怜的小家伙。就这样，好心的于先生收养了小蛇，还给他取个名字叫龙龙，并且治好了他的伤。好了，龙龙，再过几天你的伤口就能痊愈了。几天后，龙龙完全康复了。于先生觉得龙龙毕竟不是养在家里的宠物，终归要回到大自然的。于是于先生便带着龙龙到山上去准备放生。龙龙，你的伤已经好了，快回到大自然去吧。再见了，龙龙，以后小心点儿，别再受伤了。然而让于先生没有想到的是，第二天早上，当于先生一开门时，竟发现龙龙又回来了。我这不是在做梦吧？龙龙，你怎么又回来了？就这样，于先生把小蛇龙龙留了下来。龙龙也很乖巧，于先生工作时，他就自己绕在台灯上自己玩耍，而且他还和于先生家里的小狗们相处得很好。哈哈哈哈。有一天晚上，当于先生正在睡觉时，龙龙不知为何的一直使劲拉着他的手。龙龙，别闹了，我很想睡觉，明天再陪你玩，要乖乖的。好了，龙龙，晚上就别闹了，快睡觉吧。龙龙着急地拉着于先生的衣袖，并用尾巴指向他母亲的床，可是于先生并没有在意。龙龙索性爬到他母亲睡的毯子上，然后做出痛苦翻腾的样子。龙龙，别打扰我妈妈睡觉啊！此时的于先生才觉得不对劲，接着他又闻到了一股烧焦的味道。什么味道？好像是棉花烧焦的味道。啊，不好了！啊，着火了！妈妈，妈妈，你快起来，电热毯起火了！什么？您快起来，电热毯起火了！原来于先生母亲用的电热毯由于电线老化，已经短路起火了。多亏小蛇龙龙及时发现并叫醒了于先生，这才逃过一劫。种善因得善果，于先生因一个善念救蛇一命，也因此救了自己母亲的命。
Nam mô A Di Đà Phật.